导这一个东西，就是说真正宇宙的本体从哪里来的，包括一切整个大至天三千大千世界，小至一微尘，从哪里来的，这一个东西都是从本体出来的。这个本体是什么？从来也不生，从来也不灭，叫涅槃。涅瓦那，不生不灭，叫涅槃。在这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里头，它是寂静，非常寂静的。这一个本体从来没有动过，就跟我们这佛性一样。我现在杀人放火，我这个佛性没有减少。我现在真正修成了，我成了菩萨，成了佛，我这佛性没有增加。所以这个佛性本身是涅槃寂静的。外表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下的地狱，我下了无间地狱、十八层地狱，在里头受尽，我的佛性从来没减少过。所以能够了解的话，能够这么样说的话，这个是三法印。不是这个说法的话，都是邪道，都是邪见，都是外道，都不是佛说。所以佛说的必须要依照这三个东西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话，于是我们就了解有些人说的东西，即使他穿的是僧衣，他自称是佛门，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佛的弟子，他说的不是佛的法，因为他跟这三法印没有合。这三法印你可以说你是旁的吗？你说你这个教也可以，说那个教也可以，你不要自称是佛教。佛教的话必须要合着这三个法印。第三个，三学。三学就是戒定慧，戒就是防着我们这个做十恶的身口意这个恶孽，我们要把它禁止。好比说一个人普通，我们最少最少我们要受五戒啊，就杀盗淫妄酒。那么这个杀盗淫妄酒呢，好比说前头杀盗淫妄这四个是根本的，酒为什么呢？酒可以乱性。我们看这两天报纸上登着，其实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人啊，判了死刑，喝酒酒后驾车，头一个先把修就是清洁的一个工人给撞死了，那还说是不是故意杀人，但是第二个他硬是这么撞过去了，再压死一个，所以现在判他死刑。那么我们知道酒可以乱性，我们看到多少年轻人在十大死亡里头，这个意外死亡多半都是年轻人，而这个年轻人无论他自己伤害到自己，或者去杀人，或者去放火，都是酒后出事。所以戒我们知道虽然酒本身没有错误，当大禹收到酒的时候，他尝了酒说将来必定有因为这一个东西亡身亡国的，后来他的后代子孙桀真是为酒酒池肉林呢、啊，真是因为这亡身，因为酒能乱性，连这么个小小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招致杀身之祸，你就更不用说杀盗淫妄了。那么这一些东西给我们惹很多的麻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戒律知道有所不行，因为我们杀盗淫妄四样东西，我们自己希望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？我们不希望别人这么对我们的话，我们对一个好比说拿说妄语来，一个朋友永远说瞎话，你敢相信他吗？你敢跟他做朋友吗？那么将心比心，我们净天说瞎话，会有人相信我们吗？会有人来信任我们，让我们委托我们做什么事情吗？所以说真正你要三学，头一个学就是戒，这一个戒的话呢，就知道是防止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口、我们的意念犯毛病出毛病，不要造孽，
然后定，定是禅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正定下来的话，好比说当我是非常生气的时候，我脑子整个是乱的，全身是冒火的，整个热血沸腾。那么我们常常说静下来，静下来。当我们真正能够静下来的话，就好像一杯浑浊的水，我们把它搁下来。当你搁下来，真正静下来，打坐禅定，就是跟一杯浑水让它定下来。静下来的以后，诸位这几天师父当然也教你们怎么静坐了。当我们能够真正静坐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才想到我们真是这个妄念呐、啊，多得不得了。不打坐还觉得自己挺清静的，一打坐，哎呀，妄念这么多，哎，这不是越打坐越糟糕吗？事实不是，就是我们这一杯浑水，我们静下来了。当我们静下来了以后，止住了，于是我们看到这个脏水里头这沙子往下沉。当看见这个沙子往下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越做越出毛病，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妄念了。所以叫止戒，这叫定。真正能够静下来了，所以在国外，好比说一些艺术家、音乐家、绘画家，这都是凡夫定。他当要作画的时候，他要写诗的时候，他要做音乐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是静静的坐下来。他们管的叫做 meditation 啊，他说我在这禅定，我现在先禅定一番，等到禅定完后，他说哦，我现在知道禅是什么东西了。实在这是凡夫定，因为当他把所有的妄念沉下来的话，真空生出妙有来。我们学佛也是，所以一定要打坐。现在呢，日本呢兴这个东西已经传染到中国来了。日本人呢，这个大企业家让他们的底下的干部给他们一些时候，让他们钻他们起来去打坐，集中打坐，甚至于每天都让他们有个打坐的时间。为什么？让他们万缘放下，你就静下来。当你真正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脑子特别清楚。好比说诸位假设有什么问题发生，千万不要你这个钻牛角尖，一直去找他，你把一切放下来，我静下来。假设我现在死了吧，这个事情也不过如此，我现在一切放下，我静下来看他怎么样。我们常常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你头一天晚上觉得绝对过不去，简直生死关头，到第二天早上睡了一觉起来了，怎么样？没那么严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一个睡觉，你这时候不用它，你脑子也清楚了点。但是打坐比睡觉更好，你能够静下来，把一切东西静下来了以后，于是你发现这个问题原来并不难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智慧自己生出来了。所以说真正能够定，然后你真正可以会了解会。那么这一个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了，大家都念过大学，是不是？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戒定慧，知止而后有定，戒，止就是戒，而后有定。你能够有所不为，你才能有所为，于是你才能够知止而后有定，你才能定得下来。然后定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得，得的是什么？慧。所以戒定慧在大学里头，东方圣人西方圣人说的都一样。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话，好比说我们称佛的三藏，这三藏经律论，律就是写是告诉我们戒的啊，那么经呢就是来诠释怎么叫定的，告诉我们定是什么东西。论呢就是来把佛法给我们解释清楚，这是给我们会的。能够了解这个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戒定慧三学不但是学佛的人应该学，我们平常做人也都要知道，有所不为就是知止，然后才能有所为，这才是定，才能会。所以这是三学啊，我们也知道三藏也就是为三学而定的。我们再休息一下啊，待会儿再讲。现在我们讲三皈依。这个皈呢也可以写成归还的归。
归是归命，一是一指，三归一呢，就是归命、一指、佛、法、僧。皈依佛是拿佛为师，好比说我们说南无什么什么东西，这个南无，南无的意思就是我皈依你，我皈依你，我不但是皈依你，就是皈依了，我是以你为模范，以你为师，我按照你的学。我们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是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，他说法49年，这个说的法，这49年说的法真是万千法门，我们只要挑一门，我们深入，我们就可以毕业，就可以见到他所见到的，所以我们皈依他等于皈依老师一样的。皈依法呢，就是把这一个法当作我们的药，好比说我们众生，我们的病多得不得了，我们这个病啊，不但这一辈子的病，生死的大病，而且以后还有轮回的病，这一个病啊几乎是无药可治。当我们没有闻听到佛法以前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不治之症我们怎么治它，那么我们现在有了法了，我们就等于皈依这个药。释迦牟尼又称大医王，他治就治我们这些众生的病，我们这众生的病呢，他知道了众生的病，我们的病根他全都知道了，好比说刚才说这些都是众生的病，然后呢他讲的法呢，这些法都是他给我们开的药方子。我们有了这个病，我们是不是讳疾忌医啊？我们还是按照方子来抓药吃啊？你皈依法就是依照他的药方子来治我们的病。这个皈依僧呢，就是说把这一些同修的都学佛法的，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。那么这一些朋友，我好比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合在一起，因为合在一起大家可以切磋，可以琢磨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也，是觉悟，他是个觉悟的人，我们皈依他，因为他觉悟，他看得比我们都清楚，于是我们看到他所觉悟的东西，我们按照他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去走。法是正清，正正正经经的，这一个东西是领我们走上正路，能够走跳出生死轮回的大道的一个正路。僧呢是清净、净、干净，好比说我们当释迦牟尼的时候，他皈依这个就是释迦牟尼是佛，释迦牟尼皈依他的，听他说的法，这是皈依法。他那时候他那个僧团里头，这是皈依僧，这是当时的三皈依。事后呢佛没有了，我们皈依佛就是不只是这个相，这个相只是说他这个32相好，是因为他有种种的原因而修到他这32相好，而这些原因是他所以成佛的原因。我们皈依这一个佛像，不是皈依这个木塑泥雕的或者是塑胶做成的，都不是的，因为木佛不渡火，泥佛不渡江啊，这个金佛不渡炉，一烧都化了，不是这个。真正皈依的就跟我们这旗子一样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敬重旗子？一个红布加上个蓝布印上一个白的就变成我们旗子，尤其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日本的占领之下跑到香港，那么你在日本的占领底下突然间看到升起了国旗，在香港正月10月10号，我站在旗子底下就泪流满面，我从来没那么爱过旗子过。为什么？这旗子代表一个东西，代表我们的民族，代表我们的整个的正统，代表我们的大家一起。所以说真正的佛他已经走了，
但是他留下了这形象，他留下了这一个法，然后我们皈依他，封了出家众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出了家了，他把世间的一切东西都放弃了，名啊利啊财啊色啊全都放弃了，出家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弘法，这是出家人的正业，其他都不是正业。真正出家人一心一意就是怎么样弘扬佛法，真正成为佛的弟子，真正的承担佛的家业。这是僧，这是和合众，所以他唯有真正干净了他才能出家，他把一切世间的东西都舍掉了他出家，所以他这样的清净干净的，我们皈依他的是这个。那么所以六祖对于三皈依有非常好的说法，他说我们真正皈依啊，是拿我们的自心来皈依，当我们自心皈依佛就等于皈依觉，当我们皈依觉的话，一个人真正觉悟的话，你这个邪迷就不生了，邪道迷惑就不生了，而且你少欲知足，你知道这一切诸性无常，知道这一切欲都是使我们烦恼使我们受伤害的，然后我们了解到我目前所有的这一点我很满意了，这就知足。人什么最快乐？知足常乐，你能够知足的话就很快乐。那么你少欲知足，把这个财色这两个最害人的东西能够离开它，这个叫做两足尊。这是说皈依佛，佛是福慧戒定解行，这都是两个双双的。你佛一定要修福又要修慧，修福广度众生，修慧上求菩提，你偏一个都不成。你专门做好事，你不过是世间的大善人，你必须要求慧上求菩提。你专门求菩提而你不施不布施不做这个度众生的事情，你只是一个小乘，自了汉。所以必须福慧要相双修，然后呢你戒定要双修，解行要我了解了还不成，我必须要实行。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知道这是两足尊。而且呢所有的天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两个脚，只有真正两足的人才真正能够学佛。很可怜的这些众生，其他的众生都没有像人的这个两个足能够这么样有这种智慧，有这种遭遇。所以说皈依佛，这是自信皈依佛，就是自信皈依觉。皈依法呢，自信皈依正，就是我这个心皈依正，念念没有邪见，每一个念头都没有邪见。什么叫邪见呢？没有人见我见，没有功高我慢的见，没有贪爱的见，没有执着的见，然后你没有这一切可欲的见，这个叫做离欲尊。离欲尊，皈依法是离欲尊，离开欲界的烦恼。皈依僧呢，是自心皈依净，皈依干净，皈依清净。这个一切的尘劳，这个尘劳烦恼，我们说尘劳就是烦恼，这一些烦恼啊，真能围尘那么多，跟围尘那么脏，让我们操劳啊，就是跟这一些东西，这么多世间的东西，我们把这些尘劳多尽量离开它，离开了这个爱欲的，离开这一些境界的，离开这一些使我们向外奔驰的，向我们向外追求永远不厌足，而且永远可以惹我们烦恼惹我们痛苦的这一些东西，都尽量的少沾惹。那么这个叫做众中尊。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在争名夺利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好可怜了，他们非常的可怜，
当我们感觉这些人可怜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做那种可怜的人。所以真正皈依僧，为什么我们对于出家人那么样的尊重，称为师父，称为什么师？因为他可以做我们的榜样，因为他们离欲了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叫做重中尊。所以皈依呢，说实在是自皈依啊，我们不是说给佛磕几个头，把经念几遍，向师父多拜几拜，多供养供养，我们就是好佛弟子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求福报，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不是真正学佛。真正学佛是皈依，是皈依我自己，就自己皈依，每天都要皈依。每天当我们拜佛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时候我们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是能人寂静寂寞，我们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要消你能人，能人才能够度众生，能够寂寞本体不变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周通法界，无量光无量寿，要学他一样的无量光无量寿，所有的时间空间完全在他的笼罩之下，我的心也要跟他一样。我们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学他的大慈，地藏王菩萨学他的大悲，文殊菩萨学他的大智慧，普贤菩萨我们学他的大愿，大势至菩萨学他的大力大智。所以这一些我们叫南无的话，已经在那皈依了。皈依这一个东西，不是说我说我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佛呀你保佑我，让我很平安，佛呀你给我多给我发点财，你多给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佛不会管我们这些的，世间的他都离开了，他怎么能管我们这些呢？真正的所的是给我们，我们因为皈依他，我们学着他，于是我们得到了智慧，少掉了烦恼。所以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性的三宝。这个自性的三宝呢，我们这个自性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从来没有短少。我们能够皈依这个自性的话，我们里面把我们的心性调和了，调柔软，不那么暴躁，那么外头呢，我们还要尊敬别人。真正尊敬别人呢，真能够这么做到的话，自己把自己管好，对于外头一切都不管，都不尊重。不是释迦牟尼说吗？众生皆有佛性，那么人人都是佛呀。我们尊敬一切人，就跟我们尊敬佛一样的。能够这么做的话，这叫做自皈依。所以，假如说一个人根本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东西，根本不知道佛是什么，而自己说自己信佛，这比真正外道谤佛还更糟糕。那么一个人假设说只是相信，我信佛，我信就信，信佛以为佛可以给我们福报，给我们什么的话，这一个没有比没有智慧的还更愚痴，而且越用越愚痴。为什么学佛有时候学的越学越笨？因为他是迷信佛，而不是智信佛。真正智信佛的话，你有信无智，你就长了愚痴，越学越笨。因为佛是智信的一个宗教，佛告诉我们都要智慧，所以能够了解这些的话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皈依。三皈依，真正皈依的话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这三个的话是佛法僧代表了觉、正、净。我们把三字大概齐讲完了啊，现在我们讲四。我们先讲四圣谛啊，待会儿再讲四无量心。四圣谛的话，释迦牟尼出家，
他的父亲当然是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着急，于是就派了他父族的三个族里的人，母亲族里的两个人，五个大臣，释迦牟尼说，你们出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假设你释迦牟尼父亲说他要是不回来的话，你们也不要回来。所以这五大臣呢，姚晨如这是领头的，这五个大臣呢受了王命，于是没法办。所以释迦牟尼在苦行林里的时候，在各处参访的时候，在大雪山打坐的时候，这多少年他们都追随在一起，他们追随在一起，慢慢的受了佛的释迦牟尼的感染，看到释迦牟尼这么年纪轻轻，一切都比他们所有的比他们都多，而他能够放弃自己，想想自己那一点点东西，家业了，自己的家庭了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所以这五个人倒真正的跟着佛好好的修行了。可是当佛在大雪山打坐，他回想他自己对于生死的了解，发现跟他离开宫里的那天晚上他所想的没有什么进步。他说这真是糟糕，我学了这么多，修行了这么久了，参访了这么多得到的，而我并没有有什么进步。于是释迦牟尼认为这么样弄法也不是道理，于是下来到了泥莲河洗了澡。这时候饿的呀，他这每一天一麻一素，这个前胸跟后腔都快粘在一起了，没有东西吃，真是苦行。那么这时候牧羊女送给他乳酪啊，那么他吃了乳酪，这个身心完全舒畅了，这时候他整个气色都充满了。所以是佛教不赞成苦行的，他认为苦行是邪道，我们至少给身体里头最低最低的这一个养生的这个东西要弄好，因为这一个东西虽然是假的，这是一个假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要借这个旧假的来修真的，没有它还修不成呢。所以真正这个东西，这个房子不能让它破坏的，我们住在这房子里头，既要避风又要避雨，还要避寒避热，所以我们不能太糟蹋它。那么这时候释迦牟尼等到这个身心都很舒服了，于是他在波罗树底下打坐，经过了七天大彻大悟。他大彻大悟的话，他了结生死，我们以后讲十二因缘再讲这个。这时候呢他完了以后，他想到我现在已经成了佛了，我是个觉悟的人了，那么我头一个要度的是那个追随我这么多年的这五大臣。于是这五大臣呢，因为看到佛走下泥莲河接受牧羊女的牛乳酪，他想佛退转了，他不好好修行了。可这五个大臣呢，因为修行这么多年，也心里已经是非常向道了，所以他们走到鹿野园自己去修行去了。那么过了多少天以后，看到释迦牟尼走进来，他们说你看他大概很寂寞，他来找我们来了，我们不要理他啊。可是虽然这么说，但是释迦牟尼走进来那个气质那一些，他们大家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。于是释迦牟尼说，你们不是不预备理我的吗？怎么你们都站起来了？他们还叫他的名字，他不要叫我，再叫我从前的名字，我现在已经悟了道了。于是他开始就给他们讲四圣谛啊。四圣谛呢，就是四个最要紧的圣，是最圆满，没有比它更高，可以作为经典，作为经常的，不可能再有比它更圆满的，这叫四圣谛圣。这个四圣谛呢，最要紧的啊，也就是佛所说的转法轮、初转法轮，又说三转法轮。这个四谛呢，就是说苦集灭道四个谛，最根本的谛是这个究竟的真意。那么四个究竟的真意，虽然这是小乘的，但是所有的佛法从这儿做开始。头一个是苦谛，释迦牟尼说所受皆苦，
人生都是很苦的，人生的苦有说不出来的苦。我们即使我们四肢都全，一切都很好，家庭也很美满，婚姻也很美满，事业也很顺利，我们还是苦的。因为怎么样，无常，这些东西都要变的，而且我们都会死的。所以说世间没有一个东西不苦，但是这么多的苦，释迦牟尼把它归拢起来，说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有八个苦。一个是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这四个苦呢我们都知道，这四个苦使我们可以说我们真正让我们没有办法躲掉的。我们生，母亲生我们那种苦不是你们男士所能够了解的，结过婚的在座的结过婚的老师们都知道，所以母恩难报啊。这个母亲生孩子，这真是的，世间上真是人生人吓死人呢、啊！能够看到人生人的时候那个痛苦你们不能想象。所以在座的男士们，你们都很娇嫩的啊，一点伤风感冒就闹得天翻地覆，女人很能忍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生育的女人，世间其他的苦没有再比这更苦的。做母亲的是很苦啊，孩子从娘胎里出来也够苦的。假如我们有记忆的力的话，我们真正能够住胎不迷出胎不迷，那一个从产门出来到了这个世间上，突然间那么亮那么冷那么无依无靠，那个孩子那种惊啊，那种害怕，那种恐怖，那种痛苦也是很。所以生本身无论是生者是被生者都是很苦的。老，一个人老了，年轻不会想到老的，不会想到老有多苦的，只有到了老年的话，要吃吃不动了，要玩玩不动了，要想要做的事情做不动了，这时候这一个房子越来越坏，不是这盆漏雨就是那边通风，于是这个老的痛苦只有老才能知道。生病，人没有不生病的，有小病有大病，你小病常常闹到小病反而可以带病延年，倒是真正一辈子不生病的人，只要一次大病立刻就完了。所以病本身，我们假设到医院去看看，我们就发现病痛之苦啊，你就没有一个人从病院里医院里出来还是欢天喜地的，因为里面完全是呻吟，完全是痛苦。那么到死更不用说了，当我们四大分散的时候，地水火风一样一样走的时候，那一个苦痛只有死过的人知道。可是死过的人呢，死了以后就算了，他也没法回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是看到他那些痛苦知道。所以生老病死四种痛苦啊，人人都要经过，人人都会有，绝对不会没不经过这四样的。那么另外呢，有人为的四种痛苦，一个呢就是爱别离，因为我们爱，越是爱的越别离，所以说恩爱夫妻不到头，常常是冤家打一辈子，倒是白头到老。那么爱永远别离，怨憎会，你不是怨，爱永远别离，怨憎会，你不是越怕这个人吗？你越讨厌这个人吗？哎，这个人常常就在你跟前出事，你不是最怕这件事情发生吗？这件事情就发生。所以怨憎一定相会，求不得。我们从来没有对于自己所有的满足过，我们永远在追求，追求我们没有得到的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们永远在那儿想我们没有的那个东西。这个求不得的痛苦才使我们追逐名、追逐利、追逐权，因为我们不知足，我们永远想要更多更多，所以永远求不得之苦。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精神的、物质的、情的都是在这里头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个四大五蕴假合之身，这一个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一个五蕴常常使我们引发很多不调和，很多的不舒服。所以五阴之甚苦，
那么这后四个呢，都是我们自己人为的苦。所以这一个八个苦已经是我们现世的八个苦了。我们学了佛了，我们更相信有后世，然后还有三种后来的苦，就是说我们很怕到地狱去，很怕成为恶鬼，很怕成为畜生。谁知道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下一辈子变什么？因为这个人生非常难的。释迦牟尼曾经抓一把土跟阿难说，你知道得到人身跟这掌中的土一样的，但是这一个在其他三道轮回就跟大地的尘土一样。所以我们做人很少很少机会的，所以人身难得呢。然后我们知道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之盛，这个八个苦现在我们就在那受，然后我们还要担心怕死后的苦，这一些苦我们都是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自己一切都不怕了，强颜欢笑，觉得我就这么吃喝玩乐很快乐吗？我非常快乐吗？你什么都是齐全的，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诸行无常，那么等到该分散的时候还是照旧都散了。所以这个苦，苦怎么来的呢？苦是积来的，积攒来的。这个积攒呢，我们心跟我们的这个孽相应，我们心于是让我们追求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有千千万万的结子，这个结子使我们在心里头，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的孽。这一些孽呢，做来的话呢，于是把我们自己缠绕在里头，然后我们缠绕在里头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孽，这个孽又使我们轮回，轮回以后又在我们的八识田中，当这个八识田中的种子遇见缘又发起来，我们再造孽，就这么样轮回不已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变什么，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杀盗淫妄不知道做了多少，不但这一辈子做的，前一辈子多生以前做的都不知道多少。那么这一些东西让我们轮回，生死轮回不已。这一些呢，完全这些痛苦是我们积攒下来的。所以第二个谛是集谛，集是苦之因，苦是结之果。那么现在呢，释迦牟尼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一个孽，把这个结子都要把它消灭。当你把这个孽消灭了，把这个结子消灭了，于是生死烦恼的这个患忧患就可以减少了，减少慢慢的就消灭了。那么你这个减少消灭呢，你必须由修道得到。所以呢，你要想要灭这一些东西的话，必须要修道。所以第四个谛呢是道谛。道谛呢，所谓道，我们所谓的道都是通的意思嘛，由这一条通路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。那么有的是正道，有的是助道，由这一个通道涅槃的这一个一共有37道品，所以在这佛教里现在不能说太多了啊。那么由这一个理，我们先要明白佛理，什么叫做觉的觉悟的，知道佛的本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我们生出智慧，然后我们来力行，还得要行啊，这样子的话这叫正道。这个正道呢，然后我们就来对治，对治这些毛病。那么这个八正道呢，我们以后到八的时候我们再细讲。能够知道这些的话，这个就是四谛。这一个四谛的话呢，了解了，我们知道苦是集的果，集是苦的因，灭是道的果，修道是灭的因，所以必须要修道。这一个四圣谛，我们知道这一个东西可以说虽然是小乘，但是一切修行都从这儿为根本。能够了解了这个的话，我们这是佛法的最基本的东西。于是佛说，此是苦，吾当知；此是集，吾当断；此是灭，汝当正；
此事道汝当修。这是头一转，然后此事苦我已知，此事急我已断，此事灭我已证，此事道我已修。然后他你知道了你怎么修，你怎么样弄，然后说我已经此事苦我已经修了，我已经知道，此事急我已经断掉，此事灭我已经证到，此事道我已经修到，佛我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你们也应该怎么样。于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佛虽叫这四谛是佛初转法轮，那么这三种东西合起来，所以又称三转法轮。于是这四五个大臣呢就这么样就皈依了佛。佛说好了，我现在的三宝都具足了，佛法僧，佛他已经悟到了，他说的四谛的法这是法，五个大臣先皈依成为剃度，成为他的成为僧人，所以佛家的三宝这时候具足，于是佛开始弘法。这是四圣谛。现在呢我们来讲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这四个心怎么叫做无量呢？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用完了就会没有了，这四样东西永远用不完的，你给的越多你自己越储存的也越多。那么慈呢是给人家乐，悲呢是人家的苦我来给人解除苦，舍呢是最要紧的去贪，然后呢喜呢是别人的一切的好的事情我们来喜同喜。无量是不可限量，这四样东西都不可限量。我们知道这四样东西不可限量，我们要对别人施舍慈悲喜舍，但是我们对别人慈悲心慈悲喜舍的话，我们得要先自私的先对我们自己来慈悲喜舍。我们说我们都对自己很好啊，我们对自己非常的慈悲，非常的爱自己，非常的原谅自己，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很不四无量心我们都没做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伊朗一个地震死了这么多人，那一个台风我们的花莲死那么多人，今天好比说我这个坐计程车来的时候，我在路上说，我说我很可能因为好几次都是跟人家擦着过去的，这个司机可怕极了啊，这开的非常可怕。我那时候就想，我说我很可能到不了玉佛寺我就完了。国土为脆啊，人命为钱，我们这一时候今天在这儿，明天活不活都不知道，所以人随时都可以死亡，而人生呢非常的难得。我死了以后我下辈子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是到地狱还是变恶鬼还是变畜生我不知道。现在呢我已经得了人身，我已经知道佛法，而且我把我知道佛法这好处尽量的跟诸位能够告诉诸位多少，能够说的多少，尽我的力量做。那么我这一个再活多少年我不知道，真是前途有限呢、后患无穷啊。那么对于这一个自己的这我身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话，我要好好的保护它。我怎么好好保护它呢？我保护我自己，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海参鱼翅的来保护我自己，把我自己弄得很美，穿得很讲究，住得非常好的房子，开很好的汽车，不是这个。
真正的爱护自己，不是要名要利，也不是要人家恭敬，也不是要吃得好穿得好，也不是说让我自己永远驻颜长生，都不是。真正慈，对自己慈，爱护自己，消极的使自己不要受伤害。凡是伤害自己的事情，伤害自己的东西，都要远离，离开。好比说前几天这个英国的太子打马球把手折断了，这在中国的古时候来说都不然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啊，他连坐地方都不要在那个屋檐底下那个地方，因为怕东西砸下来把他打死了，所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。我们自己专门要冒险犯难，你看赛车赛马，这个现在年轻人的飙这个车啊，这一些东西都是可以招致祸害的，我们对于这些东西尽量避免，何必那么急着走呢？尤其年纪轻轻的，那么急着回家干什么？死了就死了，你死就都再也没有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能够消极的避免，这生理上的身体上的不要让它受到伤害。然后呢，精神方面肉体方面心理方面不要让